游村长赞赞赞，吴乡长赞赞赞赞，龙中赞啊，龙赞龙中赞啊，龙中好，幸福的台湾的骄傲，我们秀水的荣耀。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，我们中央研究院我们的院士，我们的林昭根院士，嘛是我的总定哈，啊，给那里啊，龙龟到我们的秀水，啊，那个林氏发展哈来制作，鱼有龙烟哈，非常的不简单。我们的林院士是我们中医界全国首创中医界的院士哈。啊，比这条鼻干，它整个求学过程是新西兰秀水乡的金林川，严格的求学过程非常的艰辛。今天我们秀水乡公所特别安排今天的祭祖以及欢迎会，也是要让我们年轻的一辈啊，做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啊，让我们林博士啊，让年轻一辈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那今天也感谢我们林博士整个家族，以及他的亲朋好友，还有我们秀水乡的各位啊，这个乡亲，今天特别来参与今天的盛会。对啊，等来咱秀水，所以我着乡财国好毕业，啊，有效的关系，我拢等来做创会会长，啊，出钱出力啦呢。上重要就是我当选的时呢，爱感谢咱秀水乡，这个等于讲我的市。那个教育是陕西国小，啊，阮乡长呢，即个足热心，讲一定爱转来制作，啊，我一定会尽力来服务咱乡亲。这第一点，第二点，我因为是在中央研究院秘书内面，生命科学组这组呢，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秘书拢头伫美国较济，啊，无就是外国，啊，我是土生土长。对大学硕士、博士，拢是伫台湾上过药堂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我感谢这个政府，不管是民进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长期以来，我的计划受到国家真大的支持，才有今仔日，我是土生土长，国家培养出来的科学家，谢谢。游村长赞赞，吴乡长赞。